一直都在说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呀。的确，来不及的含义是很广。第一，是我自己心灵的着急，着急的就是感觉到现在的人生啊，五浊恶世不断不断的加强加紧，浊气啊越来越重了啊，人心呢越来越浮动，这是让我最担心的事情。要如何来净化人心啊？时间不会给我太长，所以我有来不及的感觉。实际五十年了，五十年前我们什么都没有，这很多的因缘汇聚起来，竹筒岁月来呼应，成立了克难慈济功德会。克难慈济功德会啊，是从竹筒每天五毛钱，才三十个会员，现在呢，经过了五十年了。五十年就是半世纪，五十年走过来呀，坎坷路很长，很多步步坎坷啊，但是呢，寸寸用爱铺着路走过来。这是五十年走过的路啊，现在已经呢是在五十多个国家，慈济人啊都是发挥人人的爱心，在一粒粒种子啊，在这五十多个国家遍洒一生无量啊，所以他们还可以呢就近去帮助就近的国家，慈济人人间菩萨不认众生苦，不同的国度啊，他们也是同样就地撒播爱的能量，带出了正知正见啊，我真的很感动，为佛教为众生，是我师父对我的期待，期待佛法能更普遍全球。现在人心啊浮动，现在呢无明浊气很重，非佛法来净化不可。各位菩萨们，佛法我们
应该要气得佛陀的法的精髓。佛陀法的精髓，那就是人间法。你要投入人间，人间的苦难，你要去拔除他的苦。此际这个宗门啊，不是在道场求求拜拜保佑我平安，此际不谈怪力乱神。此际的话是希望人人呢回归自我真如本性，我要有自己的智慧判断是非。但是呢，要安怎历练出了智慧？智慧都爱在人群中得，因为人群有无量所有烦恼，所以八万数千烦恼就爱有八万数千菩提法，就是觉悟的法去度。那么要安怎度呢？不轻一时，不中一滴，都是累积啊，这众生的烦恼，该累积来，了解众生的烦恼，才会当呢觉悟到这个真理的法。所以，长久的时间，都是不断的人群中啦。众生的烦恼中呢，咱去了解，了解烦恼是安怎入来，入了烦恼呢，起了无明，无明呢是安怎做出来，受了呢人生的苦难，这呢是爱在人群中不断不断的去历练。碰到了一项无明的代志啊，静静想啊，好好的思考，原来呢，无明发生的来源是安尼。哦，我了解啦，我慧明增长一分，这就是菩提分哦，在增长一分觉悟智慧。这叫做菩提分，再搁在增长。啊，那无咱吼人生啊，真正是不知不觉啦。那一世人就是安尼过啊，随着呢因缘呐，随着呢烦恼无明一力，把咱扭去。不由自己呢，造作真多烦恼。咱起码有这个因缘，会当阁听到佛法，阁会当听到佛法，好、哦、听到因国外的咧熏花香，我实在是足安慰的。佛法竟然呢，会当靠着现在的科技，就是法会当传出去。熏法，所以因对佛法真了解真清楚，入灵根去呢，因会当发挥人间菩萨的精神，付出无所求。来，主者一宗门是咧做虾米嘢？就是做这个付出无所求，当众生需要咱的时，咱去付出帮助伊。看伊脱离了苦难呢，看伊平安呢，咱欢喜，咱安心，这就是人间菩萨、高人菩萨。咱所要学的呢，就是要学甲佛同款的心，不忍众生受苦难。所听闻的佛法呢，是要了解
道理如何呢？会当入人群，不受人群的虚幻无明，甲咱诱引去，咱不受污染。所以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，这呢就是爱去度众生，咱才有法度真真正正断除无明，安然自在，大觉大悟吼，这是咱爱悟的，所以爱有佛心，大慈大悲大觉大悟，这是咱爱悟的吼。